这边怎么这么多警察呢？那边有个厕所，操！我在厕所那儿啊，我合计上一趟厕所吧，结果他妈的有个警察在里面上厕所，然后我合计那我去不去？结果我就那么犹豫了一下，这一犹豫呢就没去。那个厕所应该是免费的，我觉得。这边今天搞什么会议呢？为什么这么多警察呢？我头一次知道啊，原来波兰竟然有这么多警察。希望他们不抓我啊！这个楼的盖的也很漂亮。警察哥，都是警察哥，看到了吗？哎呀，这边是个停车场。我觉得这边应该也是一个政府的办公机构，然后今天可能是要开什么重要的会议，然后雇了这么多警察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政治家这么牛逼呢？他为什么可以动用这么多国家警察来帮助他们呢？我觉得政治家就像那个街头的那个卖豆腐的是一样的呀，都是人呢，凭什么你有警察保护，那卖豆腐的没有？那有人会说，卖豆腐那个人没人管他呀，没人收拾他呀。我觉得也不是啊，也有很多地痞流氓啊，他们可能会去这个欺负这个卖豆腐的人啊。这边怎么搞了一个佛教的这种东西呢？哎呀，还是警察！我操，这他警察雇了多少警察在那边？难道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楼吗？